到数这个环节以后呢，学习就比较抽象了，不像以前敲代码就能跟得上的一个结果。到数这里边，可能思想就是画图这么画出来的，啊，那也不过如此，最点儿啊就这么多。然后呢，为了配合大家辅助大家学习嘛，大家可以借助工具，借助工具啊，其中呢，严老师这边开发了很多工具，我给大家说一说，希望大家重视这工具的应用。看到我们那个第一堂课里面，然后呢，咱学员备注这里边啊，这你解开这数据结果哈，解开数据结果里面它应该有有三个工具，这里边有两个，我看啊，这里边是一个，这里边是一个啊，这是一个，然后这里边应该有一个。这里边一个啊，那就是你解开以后，它大体是这样的，大体是这样的，我给大家说一下啊。先看这个是 W，看见吗？DS demo 数据结构 demo W 代表什么啊？Windows 啥意思啊？就是桌面的啊。OK，这是搞定了啊。然后再回来，这是 C 吧？C 啥意思啊？差字符界面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你字符界面怎么搞啊？这么搞，这个我试过啊。如果我用运行字符界面，它这个你们就没法录像了。所以说呢，我提前把录像给大家录好了啊，不用担心这个啊。在这里，我告诉你怎么用哈、啊。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哈、啊，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执行第二，然后呢，你执行它啊，你双击也行，实际上。你们能看到吗？看不到是吧？啊，啊对，它这个就这样啊，它这倒是它屏播不出去，播不出去啊，所以说呢，我呢就给你录好视频了，怎么用它？你们怎么用它？哟，我退出来，啊，好了，我退了一会儿，我看你怎么用它啊，这个视频在这里，它都是一样的啊。他啊，OK，大家现在能看到桌面吗？啊，好了，这是一棵那个安全树，这是一个树，先序和后序建的树啊，这是不是刚才我给你画的那个树啊？你看啊，我们分析一下啊。你看啊，首先先看先序编里找出根节点，然后呢，在中序编里找 A 出现的位置，形成两个集合，DE 和 BCF。这样的话，DE 不搞定。那如何在递归的确定 DE 是 A 的左子树的根节点，BCF 是 A 的右子树的根节点呢？这个时候往下走，递归的确定嘛。就看 D 在这里边出现的位置，一看 D 是出现在前面，说明 D 是 A 的左子树的根节点。它跟你连起来了，无非是动画的形式更加形象、客观一点，对不对？当然它没有这分析过程，我一遍给你录出来了哈。那下面也是一样。怎么判断 BCF 是整个树的根节点呢？就看 BCF 在先序便利中的位置。你看 B 最顶到最这个，所以说 B 应该是整个 A 的右子树的根节点，那怎么看呢？CF 是整个先序的位置呢？CF 什么是根节点呢？再在先序便利的找根节点位置，找完以后，再在中序便利里边确定左右树。言外总之一句话，在先序便利里边找出根节点的位置，在中序便利里边找出左右子树接触的位置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说来说去说来，总是那么一回事。回到问题的本质，
总是要确定左指数和右指数什么时候接触，是吧？所以说这都是相同的。你看这个动画就这么多，也就几分钟时间，所以说希望大家回去看一下，好吧？OK，你用啊也很简单的这个啊。好了，这不，这个应该讲完了。那怎么样用？关键是这个图啊，这个工具怎么用？我告诉大家啊，我拿图形界面告诉大家怎么用哈。回到这个地方，再给大家讲讲这个工具的使用啊，这工具还是挺好的，挺棒的哈。往走啊，那看这个，图形界面怎么用哈？往走，你看，二叉树在这里嘛，二叉树里面二叉树的便利，先行便利、中心便利、后续便利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你自动看见个数是吧？它有了，OK，然后呢，它给你执行。你也可以单步执行，还有怎么都可以啊，这么一个东东啊，就是对战实施，你了解了解啊，有总比没有强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断掉啊？确定啊，OK，哎，返回了，这是再返回啊，你比如说练表啊，练表，您看这么多练表啊，就是新进的插入啊，其实咱就给它画了。随机产生链表，在3、4号位置插入位置，然后它就是把整个位置给你显示出来，你显示出来啊，执行，然后呢在某一个位置空出一个位置，然后后面的位置往后移，往后移整个位置啊就这么做，链表硕格是往后移啊，就是它过程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另外一点，我看再看一下啊，当然你看这个地下语言可以是语言的一个 passcode 的。你可以先写的是语言吧，然后呢，因为老一帮人啊，老一帮搞算法的人啊，就像严老师、杨伟民，他们是着重 Pascal，然后呢，数学竞赛里面早期的数学竞赛也是侧重 Pascal，后面是咱们这新生代的大部分是着重 C 语言啊，再往后也有着重 C 加的，但是呢，我个人觉得还是先从 C 加加学习结构，然后一指就可以了，直接上 C 加加那个版本啊，我觉得。有可能大家都死在语法上去了啊，没必要啊，最主要还是思想，这样对的应该都有嘛，对不对？模拟银行、表达式啊、递归的过程都有哈，希望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，这是一个工具啊，我觉得不错的。另外呢，还有工具啊，还有一个工具，还有工具是那个，是这个 C 加版本的啊，它带音乐，我不知道怎么关这个音乐啊，那咱看这不是这里面。这个能看到是吧？C C A 一数结果，这里面啊，就是你学那个图数的时候，你看，你可以找一个，这几个中心原理对不对？二叉树，那这个地方，那这个那这个是不是被它敲过了？一个站是不是？往下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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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就是这样，往下走，一步一步的往下走。他把整个指令过程给你演示出来，你也可以看看啊，还是不错的，反正有总比没有强。这几个工具啊，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啊，看一看，然后呢，看看整个知识体系有哪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工具给大家介绍这里啊。